们有请杨新游乡长来颁发象棋比赛的奖项了哈。象棋分有公开小学组以及中学组，公开组店区落在英吉利里客家公会，我们有请代表。我们象棋三个组别都分别有公开组、小学组以及中学组，都可以获得奖状以及奖杯一座。我们恭喜公开组殿军得主英吉利里客家公会的代表。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公开组的季军，季军落在巴南客家公会。我们有请巴南客家公会的象棋代表。恭喜象棋公开组季军得主，来自巴南客家公会的代表团。接着我们要揭晓的是亚军得主，亚军落在石山客家公会，我们有请石山客家公会的代表上台领奖。有请象棋公开组的亚军得主石山客家公会的代表，来，我们有请，掌声欢迎。接着马上揭晓的是象棋比赛公开组别冠军，落在沙岳各属公会，我们有请代表。我这个公开组的冠军代表来头不小，我不得了，他的身份大家好好的去搜索一下，真的不得了。我们恭喜象棋公开组的冠军人选，那个沙岳各属公会的代表团队。我们恭喜公开组的冠亚季殿军的得主，接着我们要揭晓的是小学组的冠亚季殿军的成绩。殿军落在英吉利里客家公会，我们有请代表。来，我们有请小学组的殿军得主英吉利里客家公会，我们有请代表上台来领取奖状以及奖杯。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季军，季军落在巴南客家公会，我们有请巴南客家公会的代表。哇，粉丝好多，来，巴南客家公会粉丝在哪里？哦，有，刚才我一念到这个成绩，大家喊破喉咙了，真的很棒，大家的热情今天晚上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恭喜季军得主。接着有的是亚军，亚军落在梅里客家公会，我们有请梅里的象棋代表。恭喜亚军得主梅里客家公会的小学组代表，接着荣获象棋小学组的冠军，同样落在沙岳客属公会。
么恭喜象棋小学组的冠军宝座冠军得主，上任特属工会的代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中学组的成绩，殿军落在巴南客家工会，我们同样有请巴南的代表团队上台来领奖。同样中学组所有的得奖者都可以获得奖状以及奖杯一座。接着季军得主英吉利里客家工会，有请英吉利里的代表团队。接着马上要揭晓中学组的亚军，亚军落在斯里兰曼省客家工会，我们有请武进的邻居，那就是斯里兰曼省客家工会的中学组象棋代表。接着中学组冠军同样落在上个月客属工会，我们有请上个月客属工会的中学组象棋代表上台来接收奖状以及奖杯。我们先有请两位见证人留步，我们感谢颁奖人上个月客联总会副会长兼石山客家工会会长杨兴友乡长，谢谢。